有没有想过在平行时空里也会遇见怎样的自己？也许是进入故事中，用心感受每一次呼吸与节奏，把握细节才能点亮角色。就像好声音要用匠心打磨，用诚意雕刻，才能让每一个音律都清晰可见，直达心底。也许是和风交手，掌控速度，澎湃驰骋。音乐是自我的入口，踏着音浪去漫游内心真实宇宙，不被世界喧嚣所左右。也许是永不止步，反复练习让身心自由，充满活力。也许是享受独处，在深夜随性按下播放键，开启一个人的情典，一往无前，总有回响。坚持热爱，自有答案。在交织穿梭的时空里，总有个声音一直和我同频。用专注和诚意过好每个当下，每一个你都有属于自己人生的好声音。匠心诚意，好声音。